条津船 Nova Reserve 是一栋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黄金地段吉隆坡双峰塔 KLCC 附近的豪华酒店服务式公寓。这栋公寓坐落在 Jalan Ampang， 是吉隆坡最豪华的地区之一。今日的单位分别是686平方米的单位， Type A2 是一间双锁匙的单位，拥有两间房间和两间浴室。这个单位配有两个单位，并同时拥有两间厨房，采用了非常现代的设计，屋主都可以选择出租其中一间单位。Type A 就是一间拥有一间房和一间浴室的单位，这间单位的特色来自于客厅的来自座位，这个增添了整个单位的设计感，房间都配有单独的衣帽间，打造属于你的精致生活。这座城市被誉为亚洲十大生活质素城市、外籍人士移居的第六大城市，并同时是吉隆坡前两位稳定的房地产投资地区，而这里的生活开销却比香港低了 60%。 40个国家领事馆就在方圆5公里之内，所有你需要的设施都可以在 Jalan Ampang 找到，这个就是这座城市与众不同之处。天遥津船 Nova Reserve。